必须叫河把刀啊，河把。现在那个这趟刀里头没有表现出来啊，实际在这里头有这么错啊，这都叫手背朝外啊，手心朝内的都叫阳把啊，手心向外啊，像这样的都叫阴把，要注意这点啊。你看吧，反腕这么拖，还有这么下压，你看，全是平塌。你看这个圆呢，这种转旋转，轰荡，呼，然后劈，怎么撩啊？都在这那儿。为什么用这个？你看这个特点，都是这个太极刀的特点。你看这种旋化，然后变，这么回身都可以用这个地方。这绑尖不能超过到刃上不行，必须还得环的环的里头。你看这个腹部，你看这个姿势就出来了。要有这种神气，那神气就起来了。你看这个气势，再长说那么将20公分，你看这个我那气势就大了，那种神气。你再看我那个神气要顶起来，要这种厚顶。